连电视机都还没有。我小学的时候，我们唯一的娱乐就是看漫画书。那看漫画书啊，看得很迷啊。当时有一些人说，看了漫画书就上山去学艺了哈，就到山上去找一些高人指点了哈，就脱离生活，所以非常的着迷。那我也被这些漫画迷住。那我迷了之后啊，我就模仿里面的人物在画哈，就练习画你人物的形状啊线条。所以我从漫画里面学会了造型还有线条哈，所以我线条又快又流利，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画，然后到中学啊，一直到中学之后，到了高中的时候，我的线条虽然画得很好，但是对于色彩、对于明暗都没有什么观念啊。那后来就遇到一个影响我这一生最大的一个老师，就是李哲凡老师。我就是从中学就在李哲凡老师家里面跟李哲凡学画。啊，那时候学画的目的就是要考大学的美术科系啊，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跟同学到他哥哥的学校哈，就是以前叫国立艺专哈，现在叫台湾艺术大学啊，去参观他们的生活情形啊，那我觉得哇，很羡慕哈。啊，他们的生活就是我希望要的生活啊！他们美术节又化妆舞会、化妆晚会啊，又好玩，又画画啊，又不用读书，都天天画画，然后玩游戏，很高兴啊！那那时候我就决定要考美术系。那除了跟李哲凡学之外，那在大学的学校里面哈，也有一些名师哈，比如说习德进哈，杨三郎、李梅树、廖继春啊，这些老师都教我们油画、水彩哈，还有我们学校有那个吴承彦老师哈，有一些老师啊，他们的水彩也都画得不错哈。那我个人比较偏好水彩哈，因为水彩画起来我比较快乐哈，比较方便啊。那后来我一直在寻找，就是画画，希望说画出一种东西是属于自己的，就是自己的风格。我从教书一直都在寻找自己风格，就是55岁以前，我还没退休以前，也一直在寻找风格，然后模仿这个模仿那个，然后也画了一些比较看不懂的哈，也画了一些哲理的，也画了一些什么存在主义的，也画了一些后现代的，模仿来模仿去都找不到自己的一个路哈。那找了很久哈，那后来就不管他了哈。那退休之后，就常常最近这3-5年，我才觉得我的风格已经有了啊。因为我一般画水彩都是用铅笔打好草稿，然后上颜色，淡的颜色，慢慢深的颜色这样上去。那我不是，我现在用的方式是，我先用主笔来沾墨汁，然后来画出线条，然后再用毛笔啊，用淡墨画出它的明暗。很多感觉就差不多是一个很详尽的素描了，最后我再用水彩来做出它的氛围，它做出它的感觉。所以我水彩是做一些感觉的，不是做说明的。我在用淡墨的时候就做它的说明，线条是做它的轮廓线啊，描写形状，淡墨是做它的立体感说明，然后色彩是来发挥它的感觉氛围啊，所以这样子的风格就形成我自己的风格。我之所以会从事艺术教育，就是因为教学相长啊，这样子比较让自己能够有所进步啊。那我觉得艺术工作是不是一个100米的赛跑，冲一冲就结束了？我有看到很多从事艺术的人哈，很有冲劲哈，或者是年轻的时候年纪轻轻呢就得了几个奖，然后就。但是10年之后就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，啊，我们有些艺术工作者或者是在社会上的一些人士啊，他能够40年、50年啊，都被人家听到他的名字，他都一直有走这个路啊，比较值得人家佩服啊。那我觉得要让自己能够像马拉松一样一直的走下去，就是教书这个工作。那在社教馆或者在社区大学的教学，因为都是比较大的人，并且他是对绘画有兴趣才来学的，
所以教起来我很有成就感啊。我可以跟他们教技巧，也可以跟他们谈谈心事，也可以跟他们讲一些美术理论，他们都听得懂，并且他们也能够吸收啊。那是我教得很愉快的啊。像我现在65岁了之后啊，那我就觉得说，我画画的目的不是求名，也不是求利啊，求的是什么？就是健康跟快乐啊。我现在常常讲啊，健康才能快乐哈，没有健康不能快乐哈，要让自己健康。所以我到外面去画图很快乐啊，那画的还算满意啊，就会很高兴啊，那很有成就感啊。到外面去就会运动啊哈，运动然后就会健康啊，这样子啊，那就是我的人生的方向这样。我也常常跟学生这样讲啊，我说学画啊。学很多东西它都不是爬楼梯的，你不要说哎，我刚开始的时候觉得一直有进步，一直有进步，然后哎，哦，好像我半年都没有进步哦，甚至退步，这都正常的现象啊，哦，那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哈，哦，那遇到瓶颈的时候要怎么样比较不会痛苦的啊，哦，因为我现在的人生方向是追求快乐跟健康啊，哦，不是找寻痛苦啊，所以我们就是要换个角度看呐，哈，你这样子这条路走不通的时候，你不要硬闯啊，哈，换一个角度看呐，哈，换一个角度看就会好很多，哈。我的老师李哲凡老师也是以水彩见长，哈，那很多人都有曾经选择过世界10个水彩画家，啊，李哲凡也榜上有名，哈，所以他也是世界级的，啊，所以我觉得地方的人物，啊。不要认为说一定要到外国跑来跑去，到外国去混，一定要像赵无极那样到巴黎才会变成世界性的，不一定啊。你在一个地方，如果说你真的有那个到那个水准的话啊，世界还是会承认你的哈。像李哲凡老师就是一个例子哈。你如果说真正要从事绘画，你一定开始的时候就是要把素描的基础打好，你素描要花上很长的时间啊，你把自己能够造型的能力、明暗的观念、空间的感觉，哈，都能够做得好了，好了之后，然后再去画其他的，啊，先把素描的基础打好，基础打好，并且素描是基本功，啊，即使我们六十几岁了，还是有画素描，啊，还是有画素描，有机会就要画素描，啊，那素描练习好了之后，你画其他的绘画都易如反掌，啊。只是在这基础上去发挥一下而已。啊，这次的展览都是我人生中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了哈。那这次展览的那个名称我定为风尘走笔哈。风尘就是新竹，走笔就是我的笔在走来走去哈，就到处游历，到处去写生啊。10岁传心，10岁是我的画室的名称。我这10岁画室。已经开了有30几年，快40年了哈，有相当长的一个段时间啊，教了很多学生哈，那在我10岁画室学习，然后出去的学生有很多，他们也开画室了哈，也有很多在新竹目前来讲有很多画画的算是老师啊，或者是知名人士哈，也都是我教过的学生哈，这就是一种十岁传心，就是我10岁画室让这个从李哲凡老师教给我的这棒子，我能够给它传递下去啊。那我们都知道，有很多的成就都不是一个人能够造就的，都是一棒一棒这样传下去哈，这样子慢慢让我们的成就就是越来越累积，越来越好。那我这次展览就是大部分水彩，也会有一些油画啊，是这样。那现在从写生之中，我交了很多朋友，我常常写生完了之后画了一张图，我就啊，也拜现代科技之赐啊哈，我把它拍起来，然后把它泼在脸书上，然后很多同好啊按赞啊，然后跟我聊天啊，我交了很多朋友啊，那都是因为 FB 的关系啊，就是 FB 的关系，我这样子就是，我很喜欢，
去写生，然后把它照起来，在写生的现场我也拍几张照，然后我回来之后把它泼在脸书上，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，很快乐，就是这样。那这个神木啊，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哈、啊，去走这个山路啊，总共有40公里啊，是需要一些体力啊，来去完成这个司马库斯这个爬山的行动啊。那我们没有办法说停留在当地啊，完全写生。我们一般就是说，最好是能够到实地啊，面对的这个整个立体的空间哈，然后你去画，到那边现场画是最好。那如果不行的话，我们都会随身携带一本素描本啊 ，sketch book 啊，就是随时我们把它的感觉画出来啊，那种是感觉，然后再加上我们拍摄啊，拍摄照片啊，然后回到家里我们再把它放大来画啊，像这张就是用这种方式啊，我们把它速写，然后再拍摄回来画啊。那回来之后我也有做一些改变啊。那这张我是用几种方式，一开始我铅笔打好草稿之后啊，然后我就用竹笔啊，就是我说的啊，用竹子做成笔来沾墨水这样画啊，画出有很多这种感觉，就像素描的斜线啊。那我们看素描。这种方向的线条哈，就是文艺复兴时代古典素描啊，大概就是达文西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敢用左手画的人哈，就是达文西哈，很少人敢用左手画。那我这个就是刻意的留出这个啊素描的线条，就是用竹笔来留，铅笔留不下来啊，因为铅笔的暗度不够，竹笔就可以留下来，然后再用水墨啊做出它大概的一个。说明的感觉，一些明暗，一些素描的感觉哈，亮的暗的，亮的暗的这些差别，用这个墨汁哈来把它做出来啊。那这个时候你做的时候，你就像在画素描而已啊，就是把它的感觉做出来啊。所以我说我是建立在素描的基础上啊。如果说你素描的基础不够的话，你画这个的时候你就画不出来，就画不出来它的立体的感觉。我在。还没上色之前，它的立体感觉已经有了，所以剩下我上色的时候是我最痛快的时候，上色是最痛快，高潮是什么时候？就是签名，最痛快的时候，上色的时候我就很放胆的去画画它的颜色，就看它的效果，那最高兴的时候就签上名字，完成这样。所以我这次我没有画很多。其他的国外的写生啊，到大陆去写生啊，都没有，就是以新竹县为主啊，就是画新竹县附近的啊，像这个慈湖王爷庙啊，也是新竹县的啊，像这个巨人神木啊，也是新竹县的司马库斯的啊，那就是还有一些在新竹我们即将看不到的哈、啊，譬如说我画了一个前园，在新竹市的前园啊，我以前画过前园写生。那我现在要去前园写生，已经找不到前园了。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写生，那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啊，所以时间会改变一切啊，我们看到的东西啊，这些景观呢都会改变。那我们把它画下来啊，留一个纪念啊，这样子也算是我作画的意义跟目的，并且希望我的画啊以及这些。古迹能够感动新竹的人，新竹人对我有感动就够了。其他的地方啊，我也希望能够感动啊，但是不敢奢求，能够感动新竹人，余愿足矣。谢谢。